大家好，我是美丽站资深服装编辑关廷玉。今天的热门单品呢，是主要推秋冬的高领针织衫。其实今天第一套要为大家介绍呢，是今年秋冬蛮主要的 key look 80年代。那我今天想要搭配的80年代的风格呢，是用色块去做所谓的堆叠，然后让这件灰色的高领针织衫呢比较属于一个配角的角色。那像我手上呢这个呢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在你搭配的时候，你不妨用一些比较有趣味感的图案的包包啦，或是一些配件去做所谓的组合，会让你在整体的色调上面来说呢，会比较有一些层次跟趣味。第二套主要的风格呢，是所谓的前进未来。那在一个比较未来感、太空感的一个效果呢，像我手上这一条裙子，其实它在面料上呢，你可以看我这一套的搭配，我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厚的针织，或者是一些皮质、皮革的效果去做所谓的层次的搭配，让这件灰色的高领针织衫呢，其实它存在在这一套的里面呢，变得比较理所当然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像是呢，我手上的像这样子的太阳眼镜，其实我觉得在太阳眼镜上面来说呢，是一个在搭配上很好的一个小帮手。比如说像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像琥珀式的一个细节存在，让你在搭配上来说呢，你可以让未来感更加的丰富。